天请我吃香蕉派，好好吃哦，真的好棒哦。等我调查清楚再向各位详细报告。哎呀，小孩了，什么是花的脚？哎呀，哈哈哈哈哈！一起走一个，哈哈哈哈哈！快过，你的膝盖流血了，送你去医院。我目瞪口呆的，差点没昏倒，是蓝影子把我扶起来的。我低头看见亭子上不但沾满了尘土，门看得一塌糊涂，脚上的鞋子也飞掉了一只，我的脑袋立刻嗡的一声变成了三个大，觉得自己很快死掉。大雷咖。向前走说，下楼梯不能奔跑，很危险。我竟然抢过鞋子，大声回应。告诉各位一个小秘密，我突然听见一声惊呼，是唐小月手里拿着一张小卡片。亲爱同学，愿你的欢笑像清晨的露珠，晶莹闪亮。愿你的生活像树上的果实，饱满充实。生日快乐，永远可爱，你的邻居。你的邻居唐小月扎了上写字的长睫毛，笑了像一朵盛开的红玫瑰，就是他。哇，陈玉梅，这是一个字的高声朗诵，是那个，是那个。